各位球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羽球密码。今天要为球友示范的是如何透过羽球密码的网站来搜寻自己可以领打时间的球队，然后向球队报名领打。现在开始来示范。首先，由于我要领打这个功能必须登录会员，所以请先到网站右上方的会员这边按下去，然后选择登录，接着请输入您注册时的 email 或密码，然后按下登录，这样就完成登录会员的动作。接着呢，请在网页上方520打的地方按下去，这样就可以出现我要领打的设定页面。那您可以针对您所在的县市跟你要想去打的星期日期跟你的时段来搜寻你想要搜寻有领打空缺的球队。例如说我们选择台南，然后领打日期选择星期二，然后在时段呢，我可能早上9点开始打，然后到11点，所以这边就把它调到9点，然后这边调到11点。然后按下送出，就可以看到有两个球队，他们有在这个县市跟你选择星期日期还有这个9点到11点的时段，有两个球队是可以来让你参加领打。然后这边也有这些球队的一些基本说明，还有他们对于领打的一些规定。那您选择你所要领打的球队，然后在右方的我要领打加一这个按键按下去，然后就可以看到说报名领打成功。以上就是报名领打跟搜寻领打球队的方法，相信相当简单，希望各位球友可以善用我们羽球密码网站的领打功能来参加你想领打的球队。谢谢。